两位选手现在都是五胜五负，谁赢下了这一场比赛，谁就男子一二名。那么这也是一个荣誉之战啊！哦，双方正手的对攻相当激烈，好球啊！双位，走，哎，你到下面来了吗？正手没，好球，运气不哦，这下接下来再点短球，好球啊，球再接，正手侧身拉，哎，是不是？漂亮，很反手，哦，这球翻过来，漂亮，懂了，短球，哎呀，好球，哎，线路切得好，好球，是经验上面是够的，哎，好球，正手侧身再转，把握的不错，好球，漂亮，比心呢是1-5，过来，过来，
好球。哎，反手出力的。于是这反手。虽然就小局上面落后了一局，但是只要反手漂亮，好球，哎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反手了，再接正手，好球啊！这样呢，许昕收平手，这样呢，来到了决胜局的较量。薛飞啊，在新拿到两局胜利的情况下。好球，防守有四个球，漂亮，好球，过来，主动的去赢，打一个快攻的，这样呢，薛飞3-2。